本周生肖运势分析，属老虎、属兔、属龙的应该要注意到的是夫妻之间的互动，有时候呢得配偶帮助呢财源广进，要多听配偶或是枕边人的建议，才能够让你在这个礼拜当中财运亨通，人脉豁达，左右逢源，而且智慧有开，应该互相赞美，才能够更走向成功的一段。